者吴志伟台北报道。赖英在中视中国新歌声文学人舌战酣林，让整个录影现场充满浓浓火药味。节目中两队共12个学员要争夺六强席位，一对一 PK 甚为激烈。登开场酣林听到对手唱自己的歌耗尽整晚的音乐时，便对祝奈英说，唱那个像是在纪念我的感觉。没想到奈英回补一句是悼念你，但随后又一转说是道路的道。学员的生死之战引爆导师间的战火，参赛学员中以来自福建的嘻哈歌手莫妮达最具人气，他选唱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，特别请男友改编曲风改成符合他的嘻哈歌路，整写表现独树一格。连老师那英队他也有助极高评价，他是我见过难能可贵的一种态度，坚持自己有头脑。莫妮达也成为网友讨论的焦点，大赞他是节目中有灵魂的歌手。更有人赤裸告白，光看莫妮达那厚厚大红唇我就想亲。节目中莫妮达对战的是哈林队的吉克号，他以独特的民族唱腔诠释静心等一曲得到诸多评审赞美。中国新歌声每周日晚间10点在中视播出，自11:2起将改为90分钟。接续每周日晚间11:30播出改编的起点。那英在中国新歌声担任导师，中视提供来自福建的嘻哈歌手莫妮达在中国新歌声人气超高。中视提供庾澄庆在中国新歌声担任导师。资料照记者宋志雄社。